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画外旅照福禄之章第七天发财发财还是发财魔法的职业元神 4.8 拍照活动攻略。画外旅照最后一天，那第一张要水元素或者法器角色，芭芭拉正好啊。释放重击，然后拍照呀。第二张要火元素或者长柄角色，用香菱就行。时间要在18到20点。我，